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四月四号礼拜二的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是金牛座的朋友，今天出游，春天出游感受到全家和乐的气氛非常好。双鱼座的朋友在这一天呢，诚心拜佛，好运降临。射手座的朋友在这一天呢，工作业绩亮眼，贵人出现啊。那有两名星座在这一天要特别小心，一个是狮子座的朋友，心情沉闷，小心破财消灾。水瓶座的朋友，情侣吵架啊，容易动怒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为您播报。火象星座，请你用银色数字二；土象星座，请你用蓝色数字三；风象星座，请你用咖啡色数字四；水象星座，请你用紫色数字五。